不可能完成啊！挑战只有五分钟通关图书馆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倒计时只剩五分钟的时候，你需要完成18把武器。你瞧瞧，这半分钟都过去了，我才杀了一个，要怎么完成啊？挑战成功，我把我的压岁钱都给你。那个，我不是想要你的压岁钱，我是要证明自己。一次无伤大雅，话说小可爱们最开一次都是多少分钟通关的呀？该不会都是10分钟通关的吧？好险好险，这些说不开挂我都信啊。好在时间才过了一分半，我就解锁了三分之一的武器，看来压岁任务也就没那么难啦。小伙子，你躲狗洞不出了呀。这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挑战五分钟通关图书馆，这不才过两分钟吗？完全不慌。No mercy， 还差一个就完成一半，只要把握好时间不被击杀，肯定能完成。同队的领先选手已获得半程分数。像我这样接连得分，感觉四分钟就能通关啊！团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果然，人还是不能太膨胀，一膨胀就容易嗝屁。小伙子，都躲到我家门口来了，着实有点膨胀啊！当小耀有信心完成任务。行不行，半分钟，四个人头，我可以的。最后十秒，人呢？人呢？时间过半，蓝队暂时领先。虽然任务失败了，但屠杀对面的小布刻不容缓。红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红队选手拿到了顶光大赏，六分钟内完成，应该也能拿到那位小可爱的压岁钱吧？臭不要脸！耶！通关成功。虽然任务失败了，但你们真的不会不给我点小心心吧？